影与 Kid 复合有望，许维恩自泰返国首发声。许维恩首次担任主持人，图记者叶正勋社，2018万0302。艺人许维恩与 Kid 前阵子经传分手后，遭直击两人赴泰同游，被外界视为是复合的曙光。今二日他首次主持网络直播节目，受访时被问到是否复合，他张嘴回答耶，立刻被现场工作人员制止，最后只回答回来很久了，今天是元宵节，祝大家元宵节快乐。恋情四两拨千斤，有答等于没答。许维恩被问及众多问题，包含与 Kid 出游是什么意思，是否复合，首次主持有向谁请意吗，有问 Kid 吗，他通通以目前以工作为重，感谢大家关心。作答只有听到媒体询问，星座老师说你们三个月内造人，有机会升格当爸妈，有可能吗，他才忍不住娇喊你们很烦耶。许维恩必谈感情事，图记者叶正勋社，2018万0302。相较许维恩的回应， Kid 前阵子在八打十七号聪明首播记者会上透露，因为我长时间出外景，没有很多时间陪他，会努力朝大家想看的方向走。字里行间似乎仍想挽回这段感情。